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连初中生都知道世界是有七大洲四大洋，这毋庸置疑。但是难道地球真的就只有七大洲？难道科学家或者地理学家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他们踏遍了地球的每个地方？事实上，没有科学家或者地理学家敢肯定这点。人类相对于大自然，相对于整个地球或者宇宙实在太渺小了。这不，科学家经过不断的研究，发现在纽西兰下面居然是一个大陆，这个大洲被地理学家称之为西兰洲。西兰大陆目前 94% 的区域淹没于海面以下。过去十几年来，关于西兰大陆是不是有资格被归类为大陆而争论不休，但直到最近才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西兰大陆可以算得上大洲。而且呢，世界上许多顶尖地理学家都表示认同，认为西兰大陆符合全部大陆的认定要求，也就是第一，大陆要高于周围的地区；第二，存在大范围的硅酸火成岩、变质岩和沉淀岩；第三，其地壳相比通常意义上大洋的壳要更厚，而且有助更低的地震波速；第四，面积足够大的能和大陆群岛、大陆最快或者最条的集合有清晰边界区隔的区域。说起这片大洲，其实是很有来头的，人家末年前可是全部露出海面，但是可能是因为地理变迁、海洋运动等原因而沉没在海底了。那就这片大陆是不是之前有文明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不断的探索了解。LKO 西兰州 RDQUO 是古老冈瓦纳大陆解体之后残余的一部分，表面还保存住从白垩纪以来的一系列陆箱的层呢，因此它之前肯定是露出水面的。至于未来LKO西兰州 RDQUO 会不会重新露出水面，放心，短时间内肯定不会，不然人类早就该操心怎么应付下一次大冰期了。长周期的话不好猜。